我是 special order pre-order direct from Japan 的，今天早上刚从日本坐飞机来，一条68块，350克这样。这个是那个詹姆斯的最喜欢吃的鱼之一。你看看，这个汤没有油了，你看现在变成油，那个鱼的油全部流出来了，这烧一下会很肥和乎的，很反。肉很嫩诶。Very moist. 我想吃一个，这个是拿给你。怎么样的感觉？这个是比较有弹性的，很像螃蟹肉这样。这是海里面的王国。很好吃啊！下次还可以再买。对，吃穷了。这68，我走出去就可以了。